Je vais chez moi, mec, ils sont là. C'est bon.你的作业我已经帮你交上去了，安泽瑞说等你回到学校之后他再给你私下讨论。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的话我作业肯定都完不成。还跟我客气啊，大家都是同学嘛。这我先。哦。哎，醒啊。怎么样？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乖，痛不痛？别用手碰。我不想看见你。不是，你是不是觉得你受伤了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我只想跟莫非说话。拜托，我就在门口等你啊。总算走了。对不起啊，害你住进医院。不过谢谢你救了我们两个。大柱，我救的可不是你们两个，我救的就是你自己。我看你伤的还挺严重的，脸这边也受伤了。完了，毁容了。不至于毁容，医生说了只是皮外伤而已，只不过右手伤的比较严重，你一定要自己小心啊。小伤，你的脸没事吧？女孩子的脸颊可不能留下伤疤呀。这只是小伤，没关系的。真的是，你要是毁容了，就只能靠才华吃饭了。我说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？警察抓到人了吗？怎么说的？没有，等他们到现场的时候，人都已经没有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贝蒂家抓人啊。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。是啊，林轩也是这样说的。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呀？好，病人，你最大。嗯。啊。你昨天吓坏了吧？还好我昨天和明轩在。哎呦，我都说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他的名字啊？好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。小姐，嗯，我需要的是你的道歉吗？那是什么呀？我需要的是你的移情别恋呀。好，看来你也没什么事儿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把你钥匙给我，我回去帮你收拾一下东西。
你看看抽屉里面有没有刘老师。哦，我家门口那个地毯下面有钥匙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收拾完东西赶紧来找我啊。哎，我说昨天的事情多亏了方小雨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两个人握手言和？你为什么那么关心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？是不是他有跟你说过什么呀？他没说什么，只是你们每次见面都不开心，我不需要你跟不开心。哎，我跟他的事情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，咱们就先不聊了，好吧？你也没吃饭了，我去买饭，你上楼等我。什么？来找多多啊？他们给我开门呢，你帮帮我呗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那你进去吧，我去给方小雨收拾一点东西。师哥怎么了？你问多多吧。我说了，我不想再见你啊！你为什么还要来恶心我？多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告诉我，我怎么能不见你？我没有你一天都活不了。你走啊！杜总，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你真放得下吗？我放不下。这个娃娃是咱俩一起从游戏厅里边抓回来的。你说要让他当咱俩婚礼吉祥物的。走是吧？我走。哎，多多，你去哪儿啊？你慢点，你等等我。明轩啊，不在公司，这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，肯定是比较辛苦的。谢谢阿姨。我见你今天的气色就不如平时，今天晚上留在吃饭吧，我让吴妈给你煲点好汤，好好补补。好，谢谢阿姨。其实工作上的事情累一点是没关系的，但是明轩现在在法国，我还是比较担心的。还好吧，他这么大了，又不是头一次出国，而且阳光跟在他身边。其实当初我是希望你能够陪他的，这样我就更放心了。我知道您的好意，我就怕以后我都不能常来这个家看您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了，雪玲？出什么事了吗？阿姨，本来明轩这次去法国是去处理公司的事情，但是我听说，他其实是去看一个女孩。女孩？哎，什么女孩啊？不会吧？你见过的。就是上次跟我一起来家里那个叫莫菲的女孩。哦，我有印象，就是小设计师说你跟明轩挺看重她那个。嗯。看上去不像这么有心机的女孩啊。哎，怎么她不学好呢？学着掺和别人感情，抢别人男朋友，讨厌。哎，是不是你多心搞错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莫非她确实比我年轻，也比我漂亮。谁说的？
在我眼里谁都没有你好，你早就是我心目中的儿媳妇了。没事，这个事情交到我身上，没有我的同意，明轩不敢把别的女人带回来。可是明轩他会不会不高兴啊？他不高兴，这个家得我高兴才行。放心吧，我有数。阿姨，你真好。